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30号下午12点40分午餐时间，我们来看看这只 Opstar。 这只股呢，在上一两个礼拜有在我的 WhatsApp group 小组里面分享，那时候我就说大家可以提前部署，那时候的价钱大概是在 1.14 1.15 左右，也就是这个筹码峰，也就是突破这个筹码峰，筹码阻力线的时候，过后呢就慢慢的往上走，可以看到呢它站上去了所有的筹码阻力线，站上去了这个 POC， 今天呢更是突破了这一个底部的筹码峰，这个是一个新的买入讯号，也就是加仓的讯号。它更凶猛呢，连这个200天均线也突破了，现在的价钱是 1.50。 如果你是想提前部署和我们一起捕捉这些牛股的话呢，记得去留言区了解详情，现在你只是需要用我连接注册我们马来西亚开府入金500块马币，你就可以免费的加入我的这个 WhatsApp 小组，而且可以免费的使用这些筹码阻力线。它突破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筹码阻力线，可以看到它现在这个蓝色线跟这个紫色线也是 1.50， 它的价钱也是 1.50， 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说有人冲进来一起买入，但是这个大家要小心一点，因为它已经是大涨了 20%， 而它的下一个阻力线就是这一个过去历史的回撤线，大概就是在 1.57， 是非常靠近的。这个 1.57 这边有很多套牢盘要等着解套的，如果买盘不可以盖过这个卖盘的话，它很大机会呢就会开始右转回来，再加上之前买入的朋友也会开始套利，所以要追的话要小心。你只是需要应用这个筹码阻力线跟我的这些策略，这些都是可以免费的在 WhatsApp 小组里面学习到，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捕捉到这些牛股，买在低点，卖在相对的高点。有兴趣的朋友记得去留言区了解详情，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。如果你有其他的牛股，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上来给我知道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鼓励我一下，谢谢大家。